白蘑菇，这白蘑菇哈，特别白，这是降价的，就是 on sale 的，特别好，这白蘑菇。我呢吃一半啊就不少，我这个弄了一半白蘑菇，这拿这盖着它不特别白，这白蘑菇嘛。然后呢我就拿那个牛肉汤一煮，牛肉汤一煮呢，我一般很，也就是吃完油多的东西，我就不再，就尽量少吃油了，就煮了。这个是那个方便面的那个料，这又有辣味儿啊，又有咸味儿，还应该有那猪油袜子这样的。这已经关火了，这我吃了三四个吧。这个是对人身体特别有好处的那个白蘑菇。